全民醫院，即係我哋老外科咧，服務嘅對象啊、治療嘅疾病嘅種類啲越嚟越多，越嚟越複雜。做放射手術唔需要用頭架，都係喺屯門醫院度喺2010年嘅時候係開始做。咁呢個係一個幾大嘅成就。當新手術室完成嘅時候咧，屯門醫院有第一部嘅術中磁力共振啦。咁見到呢啲咁嘅發展咧，係好開心嘅。我1996年6月1日嚟呢度呢個部門工作咯。係啊，就26年有多少少咧？多嘢謹慎啦，做事有原則啦，亦都好體諒我哋嘅同事。所有工作都唔係一個人嘅，我哋一個好同一條心嘅好合作嘅團隊。多謝我提名人啦，阿黃瑞圖醫生啦，而家嘅神經外科部門主管啦。咁經過咁多年合作咧，大家都好清晰成個部門嘅路向係點樣。工作上面係為咗一路帶啲新嘅更加安全、更加可靠嘅服務俾我哋嘅市民。